超萌游戏《猛龙物语 Online》终于要跟各位玩家见面啦！这次呢，不但有英勇的龙族要陪大家一起冒险，而且还有双胞胎格斗家要当各位的好伙伴。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赶快一起来《猛龙物语 Online》，一起来体验游戏乐趣吧！游戏新干线旗下 3D 可爱萌系大作《梦龙物语 Online》之前展开封测活动，大获好评。为回应玩家热情支持与期盼，《梦龙物语 Online》即日起开放正式公测。游戏中不仅首创双胞胎格斗家咒术师职业，咒术师是以血的誓约召唤自然界的精灵级动物，使用魔法施展范围技。双胞胎格斗家则是利用踢和拳击的近身攻击，以双胞胎特有的绝佳默契施展双人技能展开冒险。另外，玩家还可以使用超方便组队系统，共同挑战地下城里的超强 BOSS， 体验全新的刺激冒险战斗体验。欢庆《梦龙物语 Online》公测，官方推出一系列专属活动，并赠送丰厚的虚宝好礼，玩家千万不要错过体验史无前例萌系战争的好机会哦！蝉联 Q 萌游戏宝座，《梦龙物语 Online》2月15日梦幻公测。